继续带您关心到其他社会消息，在台中有一名林姓的男子骑机车上班，经过一台水泥搅拌车旁边的时候，突然摔倒，当场遭到碾毙惨死。肇事的司机没有发现，继续往前行驶，直到后方的目击车辆追了上来，才知道闯了大祸。事后家属认为是因为道路不平才会让骑士摔倒身亡，要求政府出面负责。机车骑士当场遭到水泥搅拌车碾过，一动也不动倒在路上，但驾驶似乎没有发觉，还继续往前开，让后方目击车辆连忙追赶。事情发生在24号早上9点，这名林姓男子正要骑车上班，却在路上遭到水泥搅拌车碾毙，听到自己的宝贝独子惨死，家属哭得泣不成声，认为是道路和水沟盖之间有落差，才会让自己已经要结婚甚至要开店的宝贝儿子丧失性命。也不是要狂到狂了啦，我家都没有保庇的。跟预拌混凝土车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，机车摔倒以后遭预拌混凝土车右轮碾压。警方表示，案发后有立刻派人到现场采证，目前已经将所有的证据移交给检方处理，市府也。